Hello， 咁多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 Humus。今集我哋就要玩 Mini Metro 嘅第三集啦。咁我哋今集就要玩嗰个唔知系咪巴塞罗多啊，唔记得咗。嗰个名好难记，系啦，总之就系啦。咁大家记住 like 我啦，系啦 ，like 我啲片，系啦，同埋订阅我啦，系啦，就。系啦，去。咁样好啲。应该咁准嘅咧，系啊系啊，嘿，咁样应该快啲啦，部车呢度应该都系快啲，咁就好静啦，唔知。咁就改咗嗰个点，咁样应该快好多添，又。暂时，因为就有两条线流，我喺两个星期里面，我第一个星期里面，我服务咗33个人啦。咁同埋大家唔好嫌我啲片段，因为真系偷段，我自己都咁话，系啦，哎。咁样快啲啦，即係其实主要同大家讲啦，玩隻 game 就係睇下佢即係边啲位係可以快囉。嗰个位就快啲，咁就唔容易输囉。随时临时临急咁样。跟住呢度。去。这个位这个位有气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嘿。嘿。嘿。这边摆部车。呢度摆条紫色线，呢一度摆条线，快！哎，差啲啲咋，重新开始先。等先熟悉佢，好做个 circle，
呢度大家见到有个紫色呢个位，真系代表通过，觉得唔衰，满足噶啦。其实嗰个路段系差唔多，系啦。其实我而家都系趴喺张床度玩，俾大家睇下而家几多点。我系应该未试过呢种时间拍片，睇下先。17:12，5:12，黄昏嘅时间咯。我想谂住出去做运动，不过都系算，即系惊有病。我唔系惊感染，我系惊即系个疫情严重嘛。最紧要边度都唔～